很幼稚，乱搭讪那种，随地吐痰，酒后乱性吧，穿紧身裤，张口闭口就是钱，就很邋遢。我觉得打扮像人妖的特别奇葩吧。晴天的时候打防晒的伞，要开女生玩笑。看综艺节目的时候哈哈大笑。第一次见面莫名其妙可能就是跟你勾肩搭背，随地吐痰吧，然后就是很污染环境。男生穿很紧身的裤子。觉得很怪，斤斤计较，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别人，不会反思自己的错误，穿那种紧身牛仔裤，就感觉很奇怪，就突然开一些很幼稚的玩笑，然后会很幼稚的动作在你旁边，非常小气吧，我觉得很奇葩，男生就应该要有风度，然后要大气一点，这样比较讨女孩子喜欢。比如说跟女朋友在一起，就把跟女朋友的私事什么就说出来，这种就很不能理解。袜子。堆在一起洗，然后把鞋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洗，这样子。我受不了那种穿的五颜六色的，然后还有就是整天喝酒啊、抽烟的那一种。可能就是吹牛吧，就是可能就是经济没有到一定的程度，但是会吹嘘自己，对吧？家里多有钱，或者说。他能为你付出什么而不是实际行动，我就很奇葩。请关注妹子有话说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